刚开起来。刚开起来啊，来同志们，现在我是不是全选和反选功能已经实现了？全选和反选已经实现了，那我要干什么呢？我们是不是点上全选之后，我们就批量删除啊？那这时候同学们，你不能点哪个？不能点这个了，对不对？这是不是一个一个删呢？怎么办？我呀，是不是可以加一个按钮啊？批量删除，对不对？加个按钮，一点它的时候，是不是把这些选中的按钮的 ID 取到？你想取 ID 同学们，这里面是不是选中按钮我都写一个什么呀？我取是不是取到负选框的值？我负选框里面是不是把 ID 存进去就完了？对不对？你还记不记得咱们就是 request 有个方法， request 有个方法叫 get parent values， 那是不是专门取负选框的值的？对不对？那这负选框我是得给它值，能理解吧？这里面这个负选框是不是这些我叫 IDS 啊？要不要给 value？ 你必须得给 value， 是不是吧？刚才没写，是不是这里面体会的？得写一下 B 点 ID， 我是不是把这 ID 放这一份啊？我就为了后台取值，对不对？那么下边是不是还得有一个上面啊？挨着删除，我是不是还得找一个叫就是批量删除的？来，在哪儿了？这块儿上面有一个，那添加的那旁边来，那添加在哪儿了？啊，在这儿来，这就是添加，这是添加是 button 是吧？来，肯定 C， 我在它前面整一个批量删除的啊。哎呀，这个批量删除，它这玩意儿它是个 button 是吧 ？value。批量删除，看看是不是这玩意儿，来看看是不是刷新，走啊，出来了是吧？出来这钮了啊。那么我一点它的时候是不是干什么呀？我是不是要把这些选中的负选框的值取到？那是怎么搞这个问题啊？它是不是还得 GS 掉啊？对不对？我是不是写个 GS 方法，把这些值获取到，然后老黑呢赫伯再跳到一个 thread， 对不对？其实有两种方式啊，咱们第一种用 GS 实现，第二种方式呢，我们是不是一点它的时候把它变成一方表单？这是不是一普通表格啊？我现在把它变成表单，表单一提交，是不是可以后台也取到这些值啊？对不对？两种方式啊，两种方式。那么怎么做呢？咱们先用第一种啊，咱们这个一点它的时候调一个 GS 方法啊，在这里面我这是不是叫改个名来 ，unclick 的时候啊，叫 DL， 哦 ，BOOKS 行不行 ？delete 啊，删除批量删除了啊，来 Ctrl C， 是这个。我们 delete out 同学们，这里面说批量删除啊，批量删除，好了，那么我既然想批量删除，我就得得到什么呀？哎，是不是得到所有选中的？现在你不确定啊，是学所有复选框，所有复选框啊元素，是不是啊？那是不是被选中？你是不是得判断一下，对不对？来 ，var 叫 ids 等于 document 点 get element by name， 是不是啊？这里面是不是通过 ids 得到所有的复选框？然后第二步干什么呀？哎，是不是循环得到什么呀？是不是选中的复选？等会啊，复选框的 ID 对不对？那么这里面循环报循环来 ，var i 等于零，然后 i 小于 IDS 点 LENGTH， 然后 i 加加，是不是？那这里面 if 说 IDS 点C H E C K E D 等等于处，对不对？
不等于出的时候啊，没讲究 i 是吧 ？ids 下边 y 的 text 等于 true 是不是、啊？我们干什么呢？我们是不是得到 id 啊？那得到 id 干什么呢？说 where 啊，叫 str， 整个字符串行不行？我来拼接这些值。我最后同学们听我说啊，我先把这个写上来。咱们最后是不是跳转呢 ？l o c l t i o n location 点 h r e f 是不是 curve 啊？我们往哪跳呢？是不是跳到一个叫刀乐福 slash？ 来，同学们一会儿再写那个啊 ，s e r v r e t， 这里面叫 d l o b o k s s e r v r e t， 是不是跳到这个 slash？ 那问号后边写什么呀？我们是不是得啊 ？S T R 是不是？啊，不，别叫 S T R 了。IDS 等于1001假设啊，然后是不是这么的呀 ？IDS 等于1002，然后再这么的 ，IDS 等于1003。你看这个值看不看呢？我这 ID 名是不是全一样？这些 ID 的名一样，同学们是不是后台用 request get parameter values 就可以得到同名的值了？能理解同学们？那么下面我们说是不是后台要的是 IDS 啊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得拼一下 IDS， 是不是啊？我最后同学们，这咱们就把这些删掉了，同学们啊，删掉，是不是它加上 STR 就完了，对不对？那问题是 STR 怎么能得到刚才我写那个效果呢？是不是啊？那我这个先注释了啊，我这里面是不是得是 STR 加等于，这里面头一个是不是 IDS 啊，对不对？等于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等于什么呀？下边是不是为 I 啊？那还没完事呢，是不是还有一个这玩意儿啊，对不对？那么最后是不是得把这个弄掉啊？哎，说 str 点 sub，是不是有个 sub str 啊？啊？就 sub 指韵得了，就直接 sub 指韵，不用 sub str 了。那么这里面同学是不是从零开始啊？截到哪儿啊？截到 str 点 length-1。啊，什么？什么哪什么点歪了？点啥歪了？不用点。啊，这个啊 ，IDS 点 check 的，那这是没错啊。这确实得把点歪了，是不是 ？IDS 下边 VI， 你要不然取的是这个对象，是不是？点歪了，是这样啊。如果它选中状态的情况下。我们把这 value 值取出来，然后前面拼一个它，后边拼一个它，对不对？最后是把它截取了，再付给 str， 是不是、啊？来 alert， 看一眼呗，是不是、啊？怎么还500了呢？这里面说的哪个？55行。啊，先删掉了。这么的来，我找个短的，1、2、3，是不是这三个值比较少啊？咱们看那数据对不对啊？来走，对不对 ？IDS 1001 ，IDS 1002 ，IDS 1003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可以了？这种形式就对了啊。那么后台是不是 request get parameter values 就可以得到同样 name 的所有的值了，得到就是数组了呗。好了，这个咱们这功能是不是完成了？下一步这我就不要了啊，注释掉。下一步来，这个啊，这玩意儿我给你写了吧，它的效果是不是 IDS 等于1001，然后是不是拼成这种效果了？我不能做了，这个是不是 IDS 等于说1002，是不是？再来一个，是不是 IDS 等于1003？
就是它效果就是效果啊。对。那这里面我再来一次，你们说 L O C L T I O N， 没有 L。Location 是不是这个？点 H R H R E F 等于，来写上说到了符，我就粘过来得了。是不是这有一个？是不是来的？是不是有一个叫咱们那有一个叫 D E L A L Delete All 啊 ？B O K S 叫 S E R V R E T， 是不是这是不是来的？问号，这是不是不用写了？因为这值里面是不是已经带 I D S 了？是不是？往上跳就行了。这咱们是不是写完了？下一步我是不是写一个这是 Sublet， 对不对？肯定谁是得处理这个批量删除的。来处理一下啊。右键我们新建一个 Sublet， 肯定 V， 这里面是不是 Delete 啊？把这个咱们小写。来，这里面同学们得到所有 ID， 所有 ID 是不是？那么怎么得到呢 ？re 就 est 点 get parameter values， 这里面是不是就写 IDS 就完事了？来，得到是不是一个字符串数组啊？就叫 IDS， 可以吧？下一步咱们是不是调用业务逻辑啊？来，调用业务啊，删除业务是不是？删除业务啊，那这里面是不是得有一个叫 bookserver， 是不是这个 bs 等于 new 一个这个对象，然后 bs 点叫 dele all book s。修啥环？为什么循环呢？我不有个 query render 是不是有个 bash 方法啊？就完了呗。bash 还记得吗？哎，来 create， 这到右层了，右层这里面说，哎 b o o k b o o k d a o 点 d l e all b o o k s 行不行？这里面是不是把 IDS 传进去？来，咱们是不是记得到 DAO 这回？哎，是不是批量删除，对不对？来，这是两句话吗？不就是？第一句话是不是还是它？啊，第二句话是 q r 点 bash。是不是啊？这里面说 d e r e t delete from 什么呢 ？b o o k 哎 b o o k 是这表啊？第二条件是 i d 等于问号，对不对 ？d e r e t 啊，好了，是不是需要一个数组？对不对？那咱就拧出来呗。o b j e c t 括号里面长度是多长？哎，很好，是不是点 length？ 你这个 ID 传过来长度多长，我是不是数组长度就多长啊？我要抛一层啊。下面咱们是得循环呢。我直接放 P A R A M S， 是不是下标 V I 呀、啊？是不是等于 new 一个 O B J E C T， 括号，对不对？其实我们知道这里面是不是就一个值啊？那就 I D S 下面 V I， 是不是啊？我是不是把每一个 I D 都放到这里面来了？然后这里面是不是问号就有值了？对不对？我循环次数是不是循环这些次啊？每次这个值是不是都是这些值啊？能理解啊？我这个干什么呀？循环给每个什么呀？每个一维数组中的元素赋值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
负的是什么值啊？值是ID， 说就是 ID 啊。我 IDS 下面 VI 是不是里面的每一个元素就是 ID 啊？对不对？那么这个二维宿主的地位是不是有了？咱们说是地位，高维是循环多少次这个语句，对不对？执行多少次语句？低维的是不是每条语句里面装的那个值啊？我这里面是不是就一个值？一个问号一个值就完了呗？这完事搞定了啊，行不行？哪句话能有没有看不懂的？都能看懂吗？二维宿主是一表格，对不对？这不就是行吗？这是不是列呀？列里面是不是就一个值？你就一个问号给一个值呗，要是多个问号是不是给多个值就完了？好了，写完了啊。到哪儿？这位置，这不拆开子啊？保存到这里面完事了，对不对？下一步才能成功上马跳。我呀也不用写了，随便找一个是不是就可以了？咱们是不是 ADD 成功之后是不是也往这跳？你删除随便找一个是不是也往这跳？ delete all 是不是也是往这跳啊？现在看懂吧？这是相对路径，还记得吗？保存一下，写完了，靠不靠谱啊？什么不可理解？你说哪个类？就是不可 list 这个 serverless 里面。啊，不可 list 的 serverless。啊 ，else 没写，你们自己写着完了呗。啊，全删除了。这个会吗？我说过，理论上是，但是大家注意啊，我这个后台那个 DAO 来。咱们说查询这块啊，那咱们找那查询的啊，查询哪里了？是不是这个？同学们，它是不是反馈一个集合啊？我外部条件一，咱们说查不着情况下啊，查不着，它是这个空值吗？它的 size 是不是零了？是不是零，同学们？也就意味着我这块永远都走不到空的情况下，是不是啊？永远走不到空值。其实你可以判断它什么呀？是不是 size 大于零了，对不对？ size 大于零，能理解我说的意思？哎，这意思啊。但是你这种想法是对的啊。如果咱们说不对，不大于零情况下，我们怎么地，对不对？那你这块就不用判断了。对，其实这块就不用判断了。我不判断了啊，判断都费劲，是不是啊？直接跳就完了，对不对啊？那咱们有数据就有数据，没有数据是不是显示一个空的这表格就完了？哎，空表格，对不对？就完了啊，这其实不用判断啊。来，这怎么还报错了呢？先不管它，来，先跑起来啊。不没部署啊。好嘞，换屏幕，刷新。我就完。你这还怎么玩了？我还翻页呢，我还。好，这些数据够了啊，够了，来，咱们刷新一下，就是准备批量删除，对不对？说这样吧，我也别全选了，是不是啊？全选的还得重新输入，这样吧，我们把这些有个，对这个不好看的这个来看不懂的啊，还有什么，这个没有名称的，是不是啊？啊，还有。这还有啥？行了，下边还有一个这个，随便选几个行不行，同学们？我选几个？三个、四个，我是不是五个？来，批量删除，是不是就没了？没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搞定了？那我一个不选呢，会不会有问题啊？一个不选是不是一捕鱼不走了？那他也会跳，看这来，咱们那个 list 页面啊，是不是这个？看这来，
我一个不选的话，就是你们是不是一次都进不来啊？那这个是不是还是空值啊？空值需不需要判断一下？因为什么呀 ？str 不等于双引号空，是不是、啊？就往这跳。那不等于空，咱就啥也不干，就没有反应就完了。看一下来，刷新，没反应对不对？再来两个，随便点两个得了，没了是吧？嗯，行，继续到这儿啊。